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现在玩的游戏是 Pokemon Go。 那今天是那个陆莉莉孵化日哦，有一个限时调查，陆莉莉孵化日限时调查，哇，这么直白。那个任务是孵化一颗蛋哦，奖励是超级孵化器，应该是吧，超级孵化器。哦，然后有那个吗？有诶，沙子加倍，糖果加倍。两公里蛋可以孵出陆莉莉 ，OK， 那应该有一个 Coco 嘛？陆莉莉孵化日限时调查，那我顺便把另外一个奖励也领一领哦。探索全新道路第五阶段，这是多久以前的任务了？现在才解完。那第六阶段直接完成哦，星星碎片。哦，那就是这样而已，有一个勾勾嘛，再滑一次。哦，探索全新道路。OK， 那差不多就这样，大家拜拜。